兄弟啊，哥给你商量一事儿啊，今天晚上吧，你就先到别的屋睡去啊。我上哪屋睡去啊？是这么档子事儿。今天呢，我跟你凤姑姐啊，我们就要圆房了。啥？成亲？你凤姑姐说了。 咱们都是江湖人，没那么多讲究。这也太不讲究了！赶紧走。司师叔，你咋来我屋了？跟你凑合一宿。为啥呀？你不是跟师叔一屋吗？被撵出来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那……啊？哎，怎么又走了？ 凤姑，我总算等到今天了。哎，大师兄，泥鳅他是哪个屋了？啊，泥鳅啊，隔壁。哦，隔壁是。哎，你还傻坐着干啥呀？天不早了，赶快睡吧啊！啊？饿死我了！哎哎哎！哎呀！ 我睡那边。 敢欺负我师傅！我抽死你！干！干什么呀你？你敢欺负师傅？我抽死你！嘿，你撒开！你撒开！去一边去！哎，你还真撒呀你！给我动手！抽你！你这一个个大半夜的都不睡觉，干什么呀？你
不睡，我睡去。哎，凤姑，你这……哎，师傅，哎，凤姑，行行行，走开，凤姑，师傅，师傅，我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，我打死你个小王八蛋，信不信？打呀！来来来，打呀！打我师傅饶不了你！呸！臭不要脸，师傅，师傅，嘿。 师兄，我真想，哼，我抽死你，打死你，不要脸的，抽死你，打死你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昨儿个我一宿没睡，真的？嗯，我琢磨着这事儿再拖着，对不住我爹。 本来就是，昨儿个黑家就给。对，我觉得这事儿拖着呀，我这心里啊过不去。<笑>我跟过不去，不瞒你说，昨天我也一宿没合眼。真的？那要不咱们今儿个黑家就干。<笑>行，那可不敢再撂蹶子了。哎呀，行啊。 都听你的，喊着泥鳅一起去。啊，不，这，你说，你说这啥事儿啊？杀石井啊！哎呀，你都魔怔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那你琢磨啥呢？我，哎，哎呦，哎，这是咋的了？
就是一车，走吧。 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。师娘，你这个大混蛋，你根本就不是个爷们儿。正经功夫不行，竞争这些妖术。哼哼，凤姑是吧？感谢你自投罗网，把自己留在了这里。别在这给我废话，要杀要剐你下刀子。不不不，我怎么舍得杀死你？我还要把你留着，当做诱饵呢。诱饵，懂吗？ 国王，龙大哥，你们回来了。哎，大师兄，沙雕石井了吗？龙大哥，你们咋睡这儿了？等你们回来呀！哎，大耳朵，快去告诉大伙儿，大师兄他们回来了，快！二师兄，石井杀了吗？龙大哥，你咋不说话？我就不该回来，死也得死一块儿，死。 死都容易啊，死啊！死怎么给你师傅报仇？怎么给仙人婆报仇？大师兄，龙大哥说的对，咱们得活着，想办法把师姐救出来。师傅，师傅，龙大哥，我师傅呢？啊？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我师傅呢？师爷。 我师傅呢？大师姐没回来啊。啥？师傅，我师傅是不是已经？闭嘴！少在这添乱！ 龙大哥，我师傅咋的了？你师傅被石井抓走了。啥？师姐，这咋办呀？我找死！大宝，你要去找死。龙大哥，我得救我师傅去。大宝，师姐，我得救我师傅。 你师父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啊！
看起来，白鼠实验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。是的，直径看来性能稳定。嗯，幸亏第二实验室昨天没有遭到袭击啊。我请求进行活体实验。厅长官批准。难道这么快就要进行活体试验了吗？战争进展顺利，前方急需新型武器。 请长官批准。可是现在没有这么多的活体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把你的报告及时转呈给吉谷将军批阅。我听说昨晚抓了一个活体。你是说，不不，这个人不行，我还要拿他来当做诱饵呢，不能轻易杀死。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，田十一号不会把人马上杀死。 最好的试验品。尊爷，知错了。你放我出去！你们这些混蛋！杨棍，你向我保证，他不会马上死掉，对吧？是的，杨棍，我敢保证。好的，开始吧。画的是什么呀？是一张地图。啥叫地图？这就叫地图。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货站的地图。关键是这么多房子，你知道是哪间呢？要不我再去打探一下吧。你小心点，里边的机关一准不少。去了几趟了，摸着他们的路了。哼，还不如让俺的大耳朵去呢。 我看行，铁头，行，大耳朵，瞧你的了，找到师姐，给你好吃的，乖。大耳朵，就看你的了。
我们赶紧去救他！他还活着，那赶紧去救他呀！就咱俩，那院子里全是日本的机关，咱俩进去救不出来的，那咋办？冷静，我想了一招，兴许管用。啥招？你们几个搬这边来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把酒往那边放。哎，你们几个小心点啊。明山，好，明山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儿个不是冯老爷子的双妻吗？我想拉点酒给老爷子做场法事。亏得你还记得。行，要多少随便拉，装几坛子。话说在前头啊，按照合计好的来，计好的呀，谁都别胡闹。就师傅啊，这要让别人知道，那就是不仁不义。大宝，总得有人在外面守着，在这接应你师傅，也是救他，知道吗？行吗？给。二丫，一会儿能不能救凤姑出来，全指望你们了。放心吧，各忙各的，都散了。小心啊，小心点啊。刘奎，你救。大耳朵，大龙，我们把东西都搬下。应该就这儿。大耳朵好样的，回去。
快上来！站军！追！哎，等！没事了，没事。英雄，赶紧的，不放郭总，我跟张海殿后。快，师姐，来。 把被褥铺好，师姐，慢点，大宝，你出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不行，我得照顾我师傅。哎呀，你出去吧，别添乱了，我要给师姐擦身子。哦，擦身子呀？那行，我稍后热水。哎呀，谁早就烧好了？哎呀，男的都出去。没听见啊？男的都出去，出去。你不是男的？我是男的。那出去啊。哦，那行，我在门口守着。 像是救咱们的人，仙人铺的人。你不是说仙人铺的人都死绝了吗？是啊。走。 原来是你们呀，还不快走！我们到家了，跟我们进去躲躲吧。现在大搜索，跟我们走吧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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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快！宁秋，哎，你带客人先进屋，我去瞧一眼凤姑去。好，好，请。 师傅，你们回来了。啊，凤姑咋样？挺好的。哎，你不能进啊。干啥呀？什么干啥？我师傅在里边擦身子呢，任何人等不得入内。啊，啊，好。你在这干啥？我给我师傅看门呢。铁头。 二师兄，你们都回来了。龙大哥，铁头，这两位是？路上遇到的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是我和大宝还有二丫姐把他弄上车的。好着呢。铁头，倒茶，二位好汉，坐。哎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给口水喝。战海，龙战海。哎，你咋知道他叫龙战海啊？
孙泥鳅，大名孙承富。你是？师叔。师叔？侯振国师叔。师叔怎么是你呀、啊？师叔，小叔，刚才我在院里听你们说凤姑，我猜想就是你们。哎，进来一看，果然是你们啊！我说呢，怎么会嫌人铺子少？原来是自家人呢。小叔，咋会那么巧啊？啊！哎，刘坤，凤姑咋样？大宝不让进，说凤姑正在擦身子呢。大师兄，你瞅瞅，这是谁？这不就刚才救咱们那两位吗？哎呦，你好好瞅瞅，师傅的五弟，咱小叔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可不是！哎呦，小叔，师叔，大师你啊！伤得怎么样？没事，蚊子咬了一口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来，坐。双良啊，哎，还记得我跟你说仙人铺的华勇班吗？记得呀，这几位都是华勇班的。这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那是，这叫无巧不成书。哎，刘奎，哎，我大哥呢？我师父，他怎么了？过世了。什么？得的什么病？没有。是日本鬼子给害死的。鬼子？我们就是为了给师父报仇，刚刚才去杀的石井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师叔，仙人铺被鬼子给灭了，就活了我们几个。什么？鬼子用的什么鬼器？全村老少的。二丫。哎。凤姑咋样了？赶紧进来吧。那时候你还小呢。师姑，你是说他是我师父的叔叔？应该是吧。对，你应该叫师爷。哦，师爷在上，受徒孙一拜。哎，这可舍不得，快快起来。你还是叫我小叔吧。你是？我是凤姑的徒弟，我叫琼大宝。他还得喊我师叔呢。那不是背后叫的吗？他爹是汉奸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。再说我爹也不是汉奸呢。你爹是？他爹是保定维持会的会长，崇在德。你是崇在德的儿子？啊。师叔，大宝是好人，这院就是他家的。要不是他，我们在这儿还待不下去呢。
你是？我是二丫，师叔好。二丫，村东孙老盛家的二丫头。哦，嗨，我走的时候，你才这么高呢，这都长这么大了。小叔，我是小伙子，我家啊住在南街，我爹是王宝生。王宝生？嗯嗯。那个时候你就更小了，我是真想不起来了。师叔啊，我记得师父以前说你一直在北平，怎么现在也到保定来了？哎，这事儿说来话长啊。要不这样，让凤姑啊多睡会儿，咱们出去慢慢说啊。走吧。师爷请。走吧。我之前啊在北平上学，毕业之后呢到了一家报馆做事。东北三省沦陷以后，由于报馆报道了一些抗日进步言论，被查封了，我就离开了北平，参加了革命。小叔，啥叫革命？嗨，革命，革命你都不知道，就是不用枪，用刀，咔嚓一下，把命给割了。革命可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，革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抵抗日本侵略者，把日本人赶出咱们的国土，解放全国人民。小叔，那不就是杀日本鬼子吗？是，也不全是。你们杀鬼子是为了报仇，还算不上是革命。管他革不革命呢，那只要是杀鬼子，准没错。杀鬼子是没错，可是像你们这样盲目的行动，恐怕杀不了几个鬼子，连命都得搭上。我不管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。哎，不怕牺牲是对的，可是盲目的牺牲，这就是错的。送死可不是真豪杰，既要消灭敌人，又要保全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师叔，那咋个杀法？参加八路军，有组织、有领导的，投入到抗战。